当时我们听着音乐，还好我忘了是谁唱，谁唱。当时桌上有一杯茶，还好我没将它喝完，喝完。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。当时如果留在这里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多长。当时如果没告别，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？有什么分别？能够呼吸的，就不能够放在身旁。怎么？